底下呢，我们就要看这个净电场跟净磁场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，有什么样相同跟什么样不同点哈。所谓净电场呢，就是电荷空间某些定点所产生的电场叫做净电场，那么净磁场就是说空间有某一些电流，固定的电流啊，这些电流就在空间产生的磁场，这个磁场我们称它叫做净磁场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做一个比较哈。Yeah，曲线在下面，这个 sheet 是这样子，它啊，对 ，CD 对 ，CD 是从这个下面，这个中间呢，你怎么画下面？你要画这样子，虚线就是这样子，虚线就是在下面呢，啊。什么角？那 C 在虚线角还是那个薄片上的虚线？ CD 是哦，你说这个要写在下面是吧？ OK OK， 好 CD， 我写错了，这个错了，对，这个是在下面。这里，这是 DL。好，这个是 B 场，这个上面这个是中线，哎，中线啊，中线。OK， 谢谢。比较啊，这比较。我们看看，静电场里面呢，有两个式子。静电场，散度。与旋度啊，电场的散度跟旋度，一个是它的散度是等于这个是什么，它有名称叫高斯定律，高斯洛啊，鼎鼎大名的高斯洛。然后旋度我们都讲过，这个是等于什么，等于零，对不对，这是零啊，这个没有名称啊，这个是一个定律啊，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名称，没有名称，这两个是在静电学里面啊，静电学里面哈、啊、的这个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哈、啊、这个是高斯定律，这个列在这个 Maxwell equation 上面，列在 Maxwell equation 上面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到 Maxwell equation 以后，它的电场就是有静电场，有这个非静电场啊，那么它只有静电场的部分呢，就是 curl 等于零，如果是非静电场的话呢，它就跟磁场的
时间变化率有关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因为是静电场嘛，就没有非静电场嘛，这两个可以说就是Maxwell equation 上面的啊，可以说是静电的静电学中的 Maxwell equation 哈。Maxwell equation， 好，将来到这个 Maxwell equation， 它是用这个全部的电场，它包括静电场跟非静电场哈。静电场就是零了，非静电场它就是有这个跟磁场的变换率有关。好，这两个奇怪，今天那个谈地方呢啊，如果我们园区，如果园区的这个电荷密度已经知道啊，若为已知，好，那配合，我们再配合边界条件。因为你要积分，这两个都是微分式啊，你要积分它一定会有一个常数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比如说距所有电荷无穷远的处的地方哈，比如说我们是距所有电荷无穷远处之电场，我们设定它等于零，那么这两个式子啊，我们就可以用来求计算电场哈。那 Maxwell equation 啊，这个可以用来计算电场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距所有电荷无穷远处的电场趋于零，那这个就表示啊，这个电荷呢是一定是局限在某一些有限的区域了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一点很远很远的话，距所有的点都是无穷远。如果你这个电荷不是局限在这个，不是局限在这个一个有限的空间的话呢，那无限远的地方啊，那这个电场啊不是零啊，啊不是零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平面上面有电荷均匀分布的话，无限远的电场跟表面电场怎么样？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是 uniform electric field 啊，
uniform electric field。 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呢，我们不能用，就说你如果用积分的话哈，要计算这个就比较困难哈。那我们是有限远的地方呢，比较好做哈。这两个式子啊，基本上呢是二十，含有，它是含有库伦定律，与重叠原理，的一切资讯啊，其实高斯定律就是由库伦定律里面导出来的嘛，对不对哈？那它就是点电荷，库伦定律本来是个点电荷，但是我们知道好多个点电荷集在一起的话，利用重叠原理哈，我们可以得到一群点电荷的这个电场哈，或者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。好，这个是这两个式子是静电场的。那现在我们看这个静磁场呀，第一行怎样？电荷密度，这个园区啊 ，source region， OK， 英文比较听得懂，是不是啊？距离的距，所有电场，所有电荷，距离所有电荷 ，OK。